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要玩 Standy 2v3 的，我们要去玩第二章节旅程，继续游戏。哇哦，下雪！因为我们选择了山路，所以是有暴风雪的吗？好冷啊！你拿着什么？等一下，哦，相机哦。哼，我想说绿绿的是什么？帽子吗？那边有翻倒的奶昔，难道有人比我早来了？不，奶昔在这遥远的山已经冻住了。有人在哭泣，谁在那里？我听到有人在说话，是谁在砍伐树木？好几年没有人上来这里了，难道有我们不知道的人在这边？天线宝宝除了五个人之外，难道还有一个吗？啊，有啊，就是白色这一个嘛，还有另外一个啊。狼人，你是谁？他在拖着我，可恶，问不出来。我不会求饶让他杀我的，我只想知道他是谁，以方便我下手啊。哎呦，附近都是那个血迹，还有骨头。我们现在可以搜寻这个血迹的痕迹。我想我要生病了。也是啊，你也是天线宝宝嘛，你应该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。诶，机器火生肉，你好，祝福你。你是谁？我是第437单元。哦，主人离开家园之前杀了你，一旦我遇到主人，我就知道我没有能力战胜他。我不是很擅长于自己的工作，但是我他在为他主人做事。如果主人离开他的地方的话，如果有东西离开主人的地方的话，就把那个东西杀掉。是带走我的那个东西吗？因为那个感觉不是机器人哦，所以就是那个怪物带我来这边的。所以我逃走的话，这个机器人就会杀我。那我为什么会被带来这里？哦，这么诚实哦，告诉我，那你在干嘛？那你在砍柴。那你有看到我的夜视摄影机吗？哦，在原本的地方哦。哦，那我不是食物，恐怕你会的，别担心。沙沙酱，那再见。所以我要小心不被他发现的离开这里，不然我会真的变成晚餐。拜拜。停止，你觉得你要去哪里？我打算明天把你剁碎，然后为主人烹调。我要去找我的夜视相机。如果你离开我，我就必须知会主人，死亡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便。我的计划在你主人发现之前离开一阵子。主人回来之后，我就会回来了。哦，他还蛮好的耶，他还蛮有智慧的，不会一味的追求指令，然后把我杀掉了。不，他知道我在哪里了，我得赶紧走。这是他的叫声，我要仔细听。往左边走。往右边走。还好耳机还蛮不错的。左边走，左边走。哦，好吧，我想我很安全了。可是我们没拿到相机耶，这是大门。我觉得相机比较重要耶。过了这道门就到郊外去了，这似乎被条锁链锁起来了。我先找点东西来打破这个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当我被袭击啊，我就在结冰的湖的另外一面。结冰的湖的另外一边。哦，会有我们的相机，要回去拿吗？啊，有找到相机了，找到了。最后我的夜视相机，不，我把它摔下来，把镜头摔裂了。对，好恐怖哦，这个表情。哦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这边有门，这边有门，这边有门可以进去啦。你好，哦，管线，哦，先拿走再说。一条旧管子，也许我可以用来破坏大门上的链子。怎样破坏啊？一条管子是有什么用啊？哎咻！啊，断掉了，而且没有声音的断掉了。哇，来到沙漠地形了。原来天线宝宝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好的吧？你看外面的世界都荒废了。变第一人称了，
我有点不祥的预感。哦，它碎掉了，电力是无限的，这个根本是上帝的摄影机啊，为什么会碎掉？我这边的类似城堡，诶，又是奶昔，那个奶昔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应该环顾这四周地区寻找更多奶昔，要吃吗？应该不会有怪物吧？你知道奶昔会吸引怪物吗？啊，拉拉来了，丁丁，我的眼睛还看不到，可是他仍然可以听到我哦，所以他没有耳朵，不是他没有眼睛，哦，他过不去，过不去，完蛋了，拉拉会不会在后面？拉拉，没有人，拉拉没有人，没有声音，没有人在说话，快回去！我没有在动啊！不要撞墙壁，那边是墙壁，就算没有眼睛，应该还有手吧 ？OK， 我想我已经拿到全部了。OK， 拉拉，该死，拉拉挡住出口了，我需要摆脱他。这些柱子看起来像要倒塌了，也许我可以让一个方法来捕获拉拉。你不是天使宝宝吗？奇怪。石头，小石头。也许一块石头会派上用场。石头要干嘛？要敲这个吗？哎，吸引他过去。对，就这样。啊，拉拉，不好意思，拉拉，不是这个天使宝宝的主意。哇！要杀死他吗？算了啦，不要杀他啦，说不定这样恐怖游戏才会恐怖啊，他会复活起来打我之类的。卫星站的入口终于到了，我要怎么进去呢？要怎么打开这扇门哦？简单啦，我教你。来呀，这个拉下来，哦，全部拉下来是吧？我已经拉好了，才看，早就该这么做了。这里就是卫星站了，里面放的都是什么啊？哦不，什么东西？哦不，他走了，他是女的。纸条写着在太太之前离开这里。哇，这边有没有感觉有问题耶？而且这个蓝色的不是变异了吗？哇，这边感觉也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。雷射，跳过秘密中心。这是秘密中心的入口，锁上了，我得想办法打开它。有一个人，他还活着。你还好吗？痛苦，如此痛苦，拜托你必须要帮助我们。首先你是谁？我叫罗恩，在这里工作，我们都在这里工作，我是这个设备的工程师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，这怪物走进站点开始。哦，他是绿色，他携带电锯，他没有头，而且还活着。我痛得厉害，我都死了，太可怕了。听着，你需要联络军队，还有天线宝宝军队的哦。OK， 我就是需要去哪里找钥匙卡？职员的门那边有钥匙卡。OK， 我们现在去爬通风口，这个通风口，爬过去拿钥匙卡，然后回来。OK， 我们到了。接下来会有电锯啊，小心一点啊。不，拜托！他死了，那个人死了。不，我们还好，我们离开那里了。他应该躲在通风口里面的，他不应该出来的。不，钥匙卡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走回去通风口。哇，五马分尸了。哇！等一下，我怎么变成这种视角？我要去的地方。哦，它是绿色的。哦，不要了，拜托你了，不要。快点。OK。啊，太棒了 ，Yes。但是它没有头，它可以动起来，代表等一下还可以动起来。先把它电锯拿走吧。对，聪明。可怜的 DC， 我很高兴结束了。
怎么扫地的机器人会在这里？奴奴，他怪怪的啊，奴奴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让他们做得更好，让做啊，什么意思？我感染了奶昔，我做得更好啊？是你感染奶昔的，这是你干的，所以你说更好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在数小时后死去，消费者重新醒来。啊啊！这是天线宝宝做的事情吗？它只是个卡通而已。但是为什么机器创造天线宝宝？哦，我也觉得他说的还蛮棒的，但是我在这里阻止你，因为我也是天线宝宝。哇，他感染了这边的系统。What the hell? 哦，电锯 ，ang ang ang ang， 这什么游戏啊？等下，这什么游戏啊？这不是我认识的游戏。哦，赢了，赢一半了，他一只手断了，他该不会用这个吧？愤怒模式，还去升级装备哦？哇，赢了，他爆炸。OK， 我赢了 ，Mayday！啊，我们呼叫军队了，军队应该会来帮助我们吧？哦，有了，我们出来了。诺诺，停！这种地方你要吸多少灰尘？诺诺，已经结束了，赶快放弃吧。机器创造新生的军队？什么？不能这么做！感染奶昔只是一个计划。哇，看来这个机器人平常的待遇没有说很好哦。和你在一起一步，你杀了我的朋友。我在听，有点想加入诶。和你在一起一步，你杀了我的朋友。What？ 还有毛？小波杀 ？What？居然要我杀自己好朋友，不行！啊，哦，你还蛮强的吧？你怎么了？哇，土遁！你最好是我认识的小波啊，连土遁都会。哦，他被拒的差不多了。等下，你该不会 ？What the hell？ 连你也进化？哇，火遁哎！他怎么了？够了，小波，结束他。等下，你要用，你又进货。八爪蜘蛛，四爪蜘蛛，这没有看过哎，这。我靠！魔法阵，我怎么靠近他？不管了，牺牲打。不行。接下来就是我的最后一击了。我们可以一起工作，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。你真的以为你赢了吗？你的世界即将被化为灰烬，你太迟了。这是努努的视角。再见，努努。哇，结束了。这个世界就只剩下我一个。这军队他们在那里。我杀了人，我杀了两个人，太可怕了，他们都死了。慢点，谁死了？剑圣这边，你可能想看这个，怎么了？又有什么吗？等下还有什么吗？亲爱的上帝，
What？ 这就是他说的军队，没有毛的军队。我必须战斗。Good ending， 好的结局。可能还有一个结局是可以跟他一起作战的吧，但是我把他杀了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哦，我们期待他出第四版本的吧。希望我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